喂，阿玲哦，啊，有啦，要睏啊啦，啊，即摆要啊，哦，啊，你可能烧酒醉吼，你较水，学师，啊，我去倒去找学师，带学师睡觉，我为什么要带学师睡觉啊？嘿，啊你，哦喂，啊，啊你较水。就是我，那安尼啦，啊，唔叫是想啥啦？遇到这种代志吼，拢嘛无咧想啥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无介意你，你免想甲阮囝有以后。我嘛甲你讲，我嘛无介意你，所以我袂介恁后生有以后。真正无以后？真正无以后。啊，其他嘞，阮囝倒位无好，伊是倒位以后最有名嘞。其他嘞，就边仔佫甲妈妈住这点，我就不 OK。今日我要笑无跟你头，即晚才要睏。我跟你讲，不是狗大，是我介大，而且是我可以，不是我可话。敢有差？这对狗女朋友来讲是袂破脸水。为着你唔免烦恼，我甲阿良袂高高低，阮都会当甲别人约会，啥都没有负担。本少你的。嘿，哎，你想要换人就换人，咱做会到啊，袂感觉歹势哦。这是啥物问题啊？阮拢是单身，想要放养，想要约人真正常。袂感觉心内怪怪，感觉对不起以前做伙的人哦。哦。我知你咧讲啥，你咧讲小欧对无？小欧找别个查甫人，你感觉伊对不起阿信？对，无毋对。欧巴桑啊，你活到这个岁数啊，应该爱知影，人只能活在当下，真心对待感情迄个有缘的人才对。若是搁想过去遐摸袂着、抱袂着的，拢是浪费时间。我本身想话就要去上班了。